Hello， 欢迎来到伟中生活旅行家频道。这次的影片呢，我们要介绍的是六月份日本会出哪些一番赏呢？在这部影片都会告诉大家哦。那我会挑我两个我比较喜欢的一番赏，再一一介绍里面的内容物有哪些。如果喜欢这个主题呢，就帮我在影片的下方帮我按个赞，那别忘了再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你们的订阅就是给我们的鼓励哦。那就开始介绍吧 ，Let's go。感谢大家用心看完整段影片。本频道是利用养病剩余的时间制作的。至于什么病呢？请点选右上角的连结吧。喜欢影片就帮我按赞分享，别忘了订阅伟中生活旅行家频道哦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。我们会不定期上架新的影片。另外，也可以搜寻 FB 加入粉丝团哦。